在这儿待习惯了吧？神内人，殿下想怎么处置他？先顾着你自己吧。 还有几句话要问你，本宫的印，独尚书为什么会在行宫？ 是找过的，本宫不记得了。这种事情，只有被拒绝的一边才会记得。 就是这些了，他选过了，你已经没得选了。知道，15年和半年，怎么会没有区别？本来只想放你走。 惯例问一句，你还有？有，别伤害他，是我自以为是和愚不可及，他是被我拖到这潭泥水里的。啊，那个工人。 说的没错，你还真是自以为是和……该说你是愚蠢呢，还是……答应我了，答应你了。 去吧。
是忍不到了，就等着我一起回家。Thank you.